还珠格格》中的几位主角都争议不断，先是苏有朋近照流出，网友怀疑他整容成小鲜肉，最后又是赵薇近照流出，满脸的憔悴和疲惫。而近日就连我们的心如姐姐也看着不那么年轻了。自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后，两人每次同框看起来都非常的恩爱甜蜜，而后更是诞下了小宝宝。不过生过孩子的林心如却是老了很多。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林心如参加活动的照片，照片中林心如尽显老态，皮肤看上去非常的松弛，满脸坑坑洼洼。当被记者提问问题时，林心如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狰狞，甚至有点恐怖。对此很多网友表示，曾经的女神如今怎么变成这样了，一夜之间从女神变为大妈，很多网友都不敢相信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林心如嫁错了，女人老得快，和身边的男人有很大关系。对此你是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